安妮，哎，你在做啥子呢？快点干活了哈。阿姨好。好，你来这干啥子？哦，不要这样，我来玩一下嘛。玩一下？你天天就跑着吃。嘿嘿，刚好路过你们这嘛。来干活了吗？帮我干活了。哦，我干，我干。你给我，是把这个这样撒下去吗？这样撒，做好的哈。哦，好，你放心。做好。好，你去忙。那你啊，哎，嘿嘿。小马怎么把他那个扔给你了？没事啊，我来撒。会弄，你放那里吧，我一会儿我来。我来，这是啥呀，老娘？这个是肥料。啊，肥料。肥料啊，撒到上面，然后把这块还要把它盖好了就才行。哦，那你今天怎么没出去卖山货呀？我今天不是这种红薯吗？小妈说把这个红薯种了，上去干嘛？又没有人买什么什么的。然后我就想着先把这个种了，刚好这两天也下雨嘛。都你看，它那个苗都快出来了。行，我来吧。你不会弄，你不会让我体验一下。你放那里，我一会儿我来就可以。我这边马上挖完了，就差不多东西。没事，让我体验一下。那你啊？啊？你看我这样撒对吗？对，差不多就这样的，没事。嘿嘿，行。没事，你放那里，我一会儿我来嘛。没关系啊，我试一下嘛。哦。哦，眼泪轻轻的擦，别管那多嘴乌鸦。金哥，啊，你们那里有红薯吗？有啊，但是我们那里的好像比这个大。我们这个是种子，以后等它成熟了之后就变大的了，它生孩子就。哦，又生孩子了，这不是生孩子。金哥，啊，你今天有没有事？没事啊，怎么了？哦，那你可以带我去玩一下吗？我想出去玩。可以啊，因为我这边红薯也种完了，然后没有什么事干了，下午的话。可以啊，走吧。嘿嘿。那你啊，你这是在干嘛？我这脚下泥巴太多了。嘿嘿嘿。我弄一下。你怎么不穿雨鞋呀？那个雨鞋没有，这个也还好，走路的时候不滑呢，这个。哦。嘿。舒心哥。嗯。你换我这种吗？是不是那个手心手背的呢？我小时候会玩。给你大家看一下，好啊，这个可以拿过来的，我就给你抓个两个吧，因为这个石头太大了，不好抓。这个地方，哎呦，哎，那你啊，嗯，你今天可以帮我个忙吗？嗯，你没事，你说嘛，你说我帮你就帮你做。嗯，那个，我姐不是过两天过生日嘛，然后。我想给他送个礼物，但是不知道送什么。然后我想给他买套衣服，但他身材跟你差不多。我想让你去帮我试一下。可以的呀。真的吗？啊，因为现在大部分没事，这两天下雨把那个红薯种完就没有什么事了。行。那行，我先收拾一下吧，你看我这个鞋子太脏了。好。哎，应该走了，好吧，好了。这么快啊？好，走吧。阿姨去哪里？啊？阿姨去？说我想去帮福星哥一解忙，然后我就回来了，马上回来。不去。想我早上小妹子死了嘛，我马上回来了。阿姨去哈。哎，阿姨啊，这要让你帮我干忙嘛？我也帮忙。我下午把他送回来。想问我一会儿吗？我去。嗯，阿姨啊，这给你买。买点营养品嘛，走吧，去吧。嗯，我那个一会儿就下午就下午早点送回来哈。哦，好。嘿，你又拿了那个干嘛？哎呀，没事，走吧。刚好今天来匆忙，也没买什么礼物。啊，每次上来就搞这些，真的是。以后你再买东西就不要来。哦，好。嘿。那个。嗯。哇。遇到一束光在前方。我乘着风的翅膀。合适吗？刚刚好，我穿起来的话不知道姐姐穿起来怎么样。哦，没事，老板，这身多少钱？啊，我帮你算一下哈。嗯。这个折后的话一套是1899。啊，还便宜吗？啊，我们这里是全国统一售价的，是不还价的。哦，好，那付款。啊。嗯。老板好了啊。啊，好的，已经收到了。哦，好。金哥。嗯。这衣服好贵啊。哪里？还好，来。把这个牌子剪掉。
等一下，那我先把它换下来再剪嘛。先剪嘛。行，我先换下来了。先剪掉。嗯，对。金哥，那我先把这个老板换了，再弄。把这个先装起来吧，老板。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嗯，我穿什么？你不穿那个呀？不行，这个是拿给姐姐的，我怎么可以穿？我不行，不行。哎，那个啥，刚才姐姐打电话说记错了，她不是过两天过生日。那老板，这个先退了吧，这个。啊，这个已经退不了了。刚刚这位大哥已经把钱付掉了，已经。不退你就穿着送给你了。先换了。不要不要。嗯。金哥，不行，这个先换了再行。哎呀，没关系，穿了吧，我送你的。嘿嘿。金哥，你穿着。嘿嘿，没事，你喜欢就好。喜欢就好。金哥，你这又。嘿嘿，这衣服太贵了。哎呀，不贵，走吧，快走。那你。哎，那个。谢谢。对，金哥。嗯。这个衣服要不咱们还是退了吧？你看我这退不掉吧？这衣服好贵的。哎呀，没关系，让我穿着都害怕把它搞脏了。没事啊，哎呀，你就正常的穿。这个衣服太贵了。没关系，走，我带你去吃饭。哦，吃饭。走吧。不见听不着想不成摸不到两个人的依靠，一个人一只狗一杯酒一